在哪里？你敢知影我伫思念你？阵阵的海风声，放阮一个真无伴，怀念着你的形影。各位海洋之声啊，网络电视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伟贤啊，欢迎今仔日呢，伫这个网络电视呢，大家来相会。那么各位啊，伫咱这个台湾呢，那么最近一个月来吼，伫这个咱的媒体吼。啊，甲即个老百姓呢，那么对即个瓷器有关啊，即个用地的争议啊，会使讲不断。那么瓷器呢，已经啊妥协呢。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呢，也感谢瓷器呢，所做出的即个决议啊。但是呢，啊。甲昨中午呢，啊，委员啊，有个看到媒体呢，啊，伫咧报道这个瓷器呢，啊，有关这个买卖，这个股票甲基金的这个代志哈。所以我啊个人呢，啊，利用今仔日这个网络电视，那么台湾前的节目呢，来甲大家呢来探讨有关这个瓷器诶这个问题。那么，咱台湾啊是一个自由民主啊，这个人权法治的这个国家啊，中华民国。那么，今仔日伫咱这个台湾呢啊所发生的这个瓷器的这个问题呢，那么相信咱的这个政府呢，甲啊人民呢。都应该呢用理性、和平、公平、正义、客观的这个态度啊、哦，来看待这个啊台湾的这个慈善的机构慈济。那么虽然呢媒体报道，那么在报道当中，我个人呢看到这个电视啊都是。一面呢来指责慈济的种种不是，但是呢，从有这个慈济到现在，相信呢差不多有50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呢？这么长的，这大概是半世纪啊，那么都没有政府呢或人民呢提出对慈济呢？他的作为，他的种种呢，啊，不是的这个问题呢，然而呢，到现在成为世界性的这个瓷器呢，就成为呢众所视之，那么实在让人呢不齿。那么我根据媒体人对瓷器的这个看法，我有收集了啊几份这个资料。有不同媒体人呢，那么他们对瓷器啊事件的这个看法，那么我呢就用今天台湾情的这个节目呢啊来跟各位呢做一个报告，那么让大家能够呢这个了解啊，并能够呢以这个客观、公平、公正，以公平正义的这个看待我们在台湾。的这个瓷器，那么首先呢，我个人呢，那么有看到的，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呢是瓷器大爱的
电视台的主播这个倪明君，他在之前呢，他看到很多人呢，那么对慈济有所不满的这个看法呢，他来做这个慈济人呢澄清的急责这个谣言。那么他说这个最近呢，因为慈济这个内湖园区的这个事件，那么社会对慈济呢有很多的批评，包括呢这个慈济的这些志工啊，那么去助念呢也被拿来做这个讨论。那么张友华先生呢在谈话的这个节目表示呢，他的这个母亲往生以后呢，那么请慈济的志工来助念，还开出这个价目表。那么从助念到入土呢一条龙，那么将近呢60万。那么听到这个消息很压抑，因为呢慈济助念呢是希望生者呢必这个生者的这个心安，那么亡者呢的灵安，不可能呢是有钱的啊。那么还请呢这个张先生呢把志工的这个名字告诉这个慈济，因为呢助念要收钱，那么在慈济呢是不准许的。那么这个大爱台的主播啊，他说他跟他的太太的这个亲戚总共呢有6个人呢往生以后呢请慈济的志工助念，那么没有一次呢给过钱。那么张明金他也对这个慈济的志工，那么去帮助别人的助念呢，那么同样呢没有拿过这个1块钱啊。他说他个人呢也有很多次呢跟这个慈济的志工去帮助别人呢往生者呢助念，那么没有拿过1块钱。这个另外呢有人说穿上这个慈济委员制服呢必须要捐100万，听说最近呢这个涨到300万，这是呢长久以来的这个谣言。这个倪明金他说他说他跟的这个他的太太呢都是慈济的这个委员呢，那么两个人捐的这个钱加起来呢都不到100万。至于这个慈济的旗袍费用在4000块以内，并非呢外传的20000块。这个慈济呢没有所谓的晋升，也没有以衣服呢来分这个阶级。这个倪明金呢他说他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和这个校长、医师或是呢企业家一样呢是睡这个大通铺。那么至于慈济这个内湖的这个园区，那么台北市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呢已经有这个证实呢，那么计划区内没有活动的断层，没有这个矿坑，那么也没有呢潜在的这个顺向坡。那么他说跟曾经淹水的这个大湖山庄这个大湖山庄的山庄切这个街呢是属于不同的这个水系，那么也就是说水呢不可能呢那么跨越这个分水岭呢到另外一边，而且呢慈济的园区呢比大湖的这个山庄接口呢低了大概
是 2.8 公尺。那么慈济计划案呢，希望呢改善这个柏油路面呢变为这个绿地跟这个水池呢，那么期待呢大家可以呢在了解正确的这个资讯的情况之下呢，好来做这个讨论。那么这个慈济内湖园区的这里呢，那么也开放参观。那么网路呢，听说不如呢亲自来走一趟。那么这一个呢，也就是说在之前呢，那么这个慈济大爱台的主播呢，倪明君，他呢对于外界啊这个去助念等的这些问题呢，那么就他的实际有参与的这个情况啊，他是慈济人啊，那么来对外呢做这个澄清。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有关的这个倪明金这个主播呢，他的澄清啊。那么，我呢，那么在这个慈济的这个事件以后呢，那我想说，我呢以比较客观、公平、公正，好的这个公平正义的这个看法呢，那么我呢就是收集的一些呢这个主持人，那么比如说一个呢在台湾非常有名的陈文茜。这个主持人呢，那相信呢大家都认识这个陈文茜。那么陈文茜小姐呢，她也对于过去慈济去慈济人啊去帮助这个救灾的这个情况，那么她认为呢她的看法跟实际呢有所不同呢，所以她在这一则的这个报道呢，他是写2010年的8月7号啊。那么他对这个慈济呢，他说慈济人呢要加油啊。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报道呢是在西元呢1999年的这个921级级大地震。这个当时呢发生了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半夜呢1:47啊。那么这一个半夜的1:47，那么这个921呢大地震呢，我个人呢那么深刻的这个印象啊。那么这个大地震的发生的当时呢，因为我呢出差到台北呢要去开会呢，那我是住在这个一家这个旅馆哈，就是火车站对面的这个西宁路的一家这个旅馆，那么摇得很厉害哈。那么我当时呢，认为呢，好像是北部地区的这个是大地震哦，那么非常这个厉害呢。那么我当时呢，看这个窗外呢，那很多人呢都跑出去。那我那时候是在高楼呢，那我就往外面看了，很多人都跑出去。那我当时呢认为好像是台北的这个附近的这个大地震。后来呢，那么我就打电话呢回到这个台中呢，那我就询问我的这个内人呢，他说好像是在这个南投哦，所以这个地震呢，就是在1999年的921大地震呢，在凌晨1:47。那么在1:47的半夜，这是凌晨哈。那么在1:47
发生了这个地震以后呢，那么在2:30就有第一批这个慈济的慈济人呢赶到这个现场哈、哦。那么接下来呢，在凌晨3:00，这个正言法师呢，他发出了这个通令，那么全球慈济的志工呢就动起来，那么一一详列第一批志工的这个观察灾区呢所缺的这个帐篷啊、哦，还有这个物资等等。那么当地灾民的回忆呢，当时他们第一个看到的所谓呢政府呢是穿着什么呢蓝衣的慈济人啊、哦。那么这个呢是啊陈文茜小姐呢她对于921大地震呢啊、哦、她的一个看法啊、哦。那么在2009年88的水灾呢，那么陈文茜小姐她说啊、我在临边一个被称为这个炼狱的地方又看到了这个瓷器，他们呢不分这个身份，那么扎起这个头发，在这个啊烈日下呢，那么一铲一铲，那么挖出这个堵满这个民房街道的这个黑泥，那么在当时呢，空中啊，空气中呢都是这个沙尘。还有呢，鱼啦、鸡啦、鸭啦，啊，尸体的腐臭的味道。那么，如果像正常人的话呢，那么都啊想吐。那么慈济人呢聚在一起呢，那么他在这个啊惨烈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么他都没有一句怨言呢，那么在那边呢，来这个帮忙。那么在这个大地震的这个状况之下，发生了那么多的这个惨烈的状况之下呢，那么有钱人呢，也就是说当地的这个有钱人呢、啊，他们也都跑了。只有呢，国军的这个陆战队跟这个慈济人，那么他们呢在那边缠着呢这个污泥，那么好像呢永远都缠不完的这一个泥泞，那么还有呢这个每一个人呢。那么都是汗水如雨般的这个慈济人，那么他们的泪水，那么他们的汗水从这个头发呢，那么一直呢掉到这个脸上，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个陈文茜小姐她当时看了这个情况，她说泪水呢在我的眼眶充满了这个感激。那么在88水灾以后呢，陈文茜小姐呢她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筹拍 plus minus 2°C， 另外一个呢是捐款这个四家慈善的单位。第一个呢，他要给红十字会；第二个呢是给这个世界展望会；第三个呢是给佛光山；跟第四个呢是给慈济。那么
陈文倩小姐呢，她说了、哦、她说其中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呢，她说她坚持呢不收这个陈文倩小姐的这个钱。那么这个星云对文倩小姐说、哦、这个世间众人呢各有分工。那么星云对陈文倩小姐说，说你是呢做事的人，那么不是呢捐钱的人。那么因为星云呢对啊陈文倩小姐这样说呢，结果呢陈文倩呢就把原本要捐给佛光山的这一份呢，那么全部集中好来捐给啊这个世界展望会。那么在这一个动作之后呢，大概有一年呢，那么这个台风的季节呢又逼近这个台湾。那么按这个政府跟专家的统计呢，在过去的那一年，这个莫拉克的这个极端值的雨量呢，那么冲刷了这个土石，仍然呢有12万吨哦的这个高挂在半山上呢。那么换言之呢，只要呢有一场呢500毫米的这个青苔，那么雨量呢大概呢是这个莫拉克的这个1/6。那么小林村的这个埋村这个悲剧呢，那么就可能呢再重复来这个出现。那么危险山区的这个住民呢会呢尽快的这个迁移这个山村呢不行。那么在一年过去了，所有负责重建的团体当中呢，那么第一个在这个台风季节之前呢完成这个重建工作的是也是这个慈济。所以陈文倩小姐她说，令我痛心的呢是第一个挨骂，那么也变成了重视的这个也是呢，那么慈济大爱村。所以陈文倩小姐呢她说，她这两天呢她仔细的阅读这个报纸啊、哦、还有控诉这个慈济的这个罪状呢，那么大概呢大概是两项呢是最这个厉害。第一个呢就是强迫宗教信仰，那么起名呢慈济大爱村，那么命名呢大爱路。那么这个不是原住民的家，是慈济功德会的示范村啊，这个是第一项呢，那么对慈济呢最严厉的一个批评。第二项呢的批评啊，也就是说把大爱村的这个居民呢当这个动物园，那么游览车载职外地的慈济人呢不断的进出参观，那么在散客来购买这个工艺品。那么陈文倩他说，我仔细的这个阅读字里行间的这个愤怒，那么他仔细阅读以后，他说他想办法呢试图呢寻找这个记者们啊来这个客观的这个调查啊来做呢这个采访。结果呢整篇的报道呢除了抗争者的这个谩骂以外，
并没有呢对于现象的这个叙述。那么陈文茜呢，他说了哦，他说我没有年轻记者们的勇气，那么可以大胆呢自比一下呢，那么就砍杀所有可能的一整批人一年善心的努力。那么陈文茜小姐呢，她说我希望知道呢真相，于是呢请这个文茜世界周报的团队陆慧玲小姐呢放下了出国采访的工作，那么先南下台湾，那么采访慈济大爱村啊，这个呢就是陈文茜小姐呢她认为呢有必要呢用客观的这个报道，那么用公平正义的这个报道，所以他们呢就在这个大爱村呢，那么观察呢，那么实际的这个情况，那么跟报纸呢发现呢，就报纸的这个报道呢有相反的这个现象哦。那么大爱村固有呢慈济的图腾跟路名啊，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图腾跟它的路名，但是呢，他们同时呢，也为了原住民呢盖起十字架的教堂。这个是陈文茜呢，他带领了他们的这个这个文茜世界周报的团队啊，他们放弃了出国，那么到南下呢去采访慈济大爱村，他实际的情况呢作为报道啊。那么跨越了这个宗教，这个慈济能做的呢都尽量做了，唯一呢没有十全十美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呢无法同意原住民呢杀生的习俗，那么没有帮他们呢免费盖一个杀猪的这个祭台啊，这个呢也就是说慈济他是不杀生啊，那么当然呢他没有办法呢给原住民呢来做一个呢免费的这个杀鸡的杀猪的这个祭台。那么这个呢就是陈文茜带领的这个团队呢他们实际采访，所以呢他能够呢用公平公正公开公平正义的这个报道呢，那么他这个报道出来，那么我是呢人家传给我 LINE， 那么我看到了他的这个报道。那么他说慈济呢不只是盖永久屋呢，还为在地的居民呢有收入的着想，他教这个慈济呢教导住民木雕，还有呢编制呢等的这个课程。那么所谓来来去去的动物园呢，那么参观者就是呢这个慈济呢外地再来的这个善客。那么购买原住民的这个工艺品，那么陈文茜的带领的这个文茜周报的这一个采访，他们也采访了当地的这个居民，那么表达了呢跟报纸记者呢完全不同的这个声音，他们希望呢有越多的人呢来参观，那么越好，
那么不认为呢自己呢是动物园，那么工艺品呢能够卖得出去呢，有收入呢才活得下去。至于重建不到一年，那么已经完成，那么是了不起的进度吗？那么这个当时这个高雄啊、这个前高雄县的这个杨秋兴呢，那么曾经告诉，就是说他们呢非常担心呢啊山上的这个灾民呢不愿意呢下山，那么因为呢山上呢仍然呢有120,000吨呢没有冲刷到平地的土石，只要呢一场大雨，那么随时呢可能呢夺走了更多的这个啊性命，那么唯有让大地呢能够啊休养生息呢，那么至少呢15年以上呢，那么生命安全呢才有所保障。那么他反对呢啊、就是过去呢，就是他当时说去年呢不断呢以直升机啊到山区里呢来救灾的这个方式。第一呢，可能呢以埋村来不及；第二呢，实在呢太这个危险。那么慈济的志工过去呢，曾经在新几内亚、还有印度、中国大陆，还有啊、达富尔，那么南非、缅甸、土耳其，数不清的这个。全球各地呢来救灾，那么凡是呢有重大的这个灾难的地方呢，那么就有这个慈济人，他们救助的对象呢不同的这个肤色，有不同的这个宗教、哦、还有不同的种族。那么这一回呢，大概呢就是他们啊人生的功德中遭受呢最重的一次的批判，而且呢是发生在自己的故乡。那么陈文茜小姐呢，她听闻，就是说正言法师啊要求属下既不回骂呢，那么也不回应。一贯呢无疑，那么慈济人呢只好好呢做好该做的这个事。那么陈文茜小姐说，我不是慈济人，我有疑，那么在88水灾周年的时候呢，我想告诉众人，我所看到的慈济人了不起的付出，那么台湾呢是一个有是有非的地方，那么慈济人加油。这个作者呢就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啊，陈文茜小姐。那么这一个呢也就是说这个陈文茜小姐呢，她对于最近的报道，那么在批判这个慈济、哦啊、所以他的实际采访，那么我是认为呢、啊、他的这个报道呢比较客观。那么当然在就是前天19号、哦、那么我们还有看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报道、哦，那么都对慈济呢，他的这个善行呢，他们有不同的这个看法，认为啊、有前这个监察院的院长呢，王建先前监察院长呢，他就是说这个鸡蛋里面呢挑骨头哦，他在联合报呢要发布了这个。新闻呢，那么他也认为了，就是说
那么，一个这个慈善机构，那么他希望呢，能够呢，有更多的这个钱呢，那么只要这个钱呢，是用在该用的地方，而不是这个自己呢私吞，那么这个呢，他也认为有何不可哈、哦？那么他说他不是这个慈济人，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就是看不过去啊，大家呢对慈济这样的一个这个看法哈，所以他有他的感想。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对慈济呢比较正面的这个看法呢。那么因为呢这个内容呢很多，那么我呢没有办法呢一一来这个跟各位呢做报告，没有办法来做报告。不过呢，依我个人呢我想就是说。我认识的这个慈济人哈、哦、那么因为我认识的我们有一个廖先生啊、哦、他是慈济人，还有众多的这个师姐呢，他们都慈济人，那么他们每个礼拜他们呢都要去做这个环保，还有呢有活动的时候，这些师兄师姐呢，那么他们呢都要去义务的当这个志工。那么当发生了这个事件以后呢，他们这些慈济人，当然我个人呢、啊，我个人是尽绵薄之力啊，我个人呢跟我内人，我每个月呢是个人呢一个人捐100块。两个人呢是200块，那么我也觉得是说要去帮助需要的人呢，那我是尽一点绵薄之力。那么据我这个了解哈，他们的这个助念，像我认识的这些师姐呢，他们去助念呢，他们也是没有这个向人家收钱，他都没有这收到这个钱哈。这个是实际呢我了解的。那么他们去当这个志工去做环保，每个礼拜呢大概有一个下午，那么甚至如果一个下午呢那么不够的话可能呢他们另外的时间安排。那么据我所知道据我所知道去这个慈济做这个义工的有退休下来的少校，上校，那么他们也去做这个志工，甚至呢，我了解的，有调查官，他们也去做这个志工，那有关的这一个政府的高阶的官员，他们呢也同样呢去做志工，那么大家呢，不论呢你的贫贱。都是呢一视同仁哦。刚刚那个报道就是，不管你校长或是什么样呢，大家都一起呢睡通铺。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个人呢，大概在去年跟今年呢，我每这个两年的年末呢，他们都有这个对于未来一年的这个。祈福这个法会那么我都呢去年跟今年呢我有空的时候我有去参加那我都感觉到的他们这个非常的这个热忱那么至于这个说什么卖什么东西这些，那么我个人是认为的我个人的看法了，一个机构呢就是你虽然是一个慈善机构，那么
他们所卖的这些义卖都是呢要去做这个善事、啊、这个是我个人呢啊，从他们的这个活动、啊、那么我去了解，还有我所接触的这些慈济人呢，他们呢都是很乐意，那么很高兴呢去当这个志工、啊、这个呢这个情况他们所做的工作、啊、都比他们的正常的工作呢，他们呢都很乐意，而且呢觉得他们很高兴呢去尽这样的一份的这个、力量、哦、那么当然这个很多事情呢、有正面也有反面，那么这个在媒体报道我所看到的啊、当然这个呢也就是说过去、啊、那么可能呢、啊、没有去了解到一个慈善机构的这个做法，但是呢从这一次的这个报道、啊、从这一次的报道呢，那么也给我们呢台湾的这个慈济，也给我们台湾的这个人民，那么有一次这个能够呢对整体呢、这个慈善机构能够呢有通盘、哦、来检讨，那么对于应该做的方向，那么也能够呢有所这个 修正，那么在这个、财务方面呢、啊、能够呢透明，那么这个是也应该的、哦、所以呢总而言之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慈济的功德会、哦、那么慈济功德会、哦、其实呢我跟我内人呢也除了这个慈济以外，那么这些、机构呢也有几个呢我们呢有这个捐款、哦、当然我们呢捐的不多，但是呢我们是尽一点绵薄之力、哦、那么捐款的这个善心人士呢、啊、比如说慈济他是出100啊200，那么相信呢他们呢都是呢本质要做善事的这个动机，那么很乐意呢啊来捐出啊100啊或200，那么很多呢愿意当志工的这个善心人士呢，根据我个人的这个了解呢都是自愿的这个奉献、哦、那么也是很难得啦、哦、虽然呢我只是呢就是啊给他们啊出一点免薄的100-200啊，但是呢我不是呢慈济的这个义工，但是呢我能够呢体会呢他们的这个善念，那么我跟这些慈济的师兄师姐呢他们在一起呢，我会体会出他们呢都是非常的心地善良、哦、那么我在这个电台呢我呼吁我们所有的这个台湾的同胞、哦、这个慈济呢不仅带给我们台湾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呢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譬如说、啊、我了解的就是说这些慈济的义工、啊、比如说我认识的、啊、一个 廖先生，那么我们如果有这个贫困的这个家庭，那么他们有真正的这个贫困的时候，那么这些慈济的这个志工呢，他们呢也去这个实际了解情况，实际了解情况，然后看政府有没有做补助，那么甚至呢政府啊补助不足的呢，那么由慈济呢
来帮忙啊。这个呢有很多几十万户，我根据这个廖先生告诉我的呢，大概台湾呢有几十万户呢，这些贫困的这个家庭呢，那么政府补助的能力不足的，就是补助不足的部分呢，那么慈济呢也呢来帮助这些贫困的这个家庭啊、哦，所以这个呢是实际呢我了解的这个情况啊、哦，除了是说环保的工作以外啊、哦，那么当然这个他们的这些慈济的志工呢，这个义工呢，他们也帮忙去收这些热间的这个善款，那么他们呢都是呢比正职的工作呢，那么都用心，那么全部呢是无私的这个奉献。那么这个呢是我了解的哈、哦，那么他们也去遇到有这些困难的这个家庭呢，他们也想办法，然后来通报给这个慈济的这个机构，然后派员呢去做调查实际的情况，然后调查以后合乎呢需要帮助的，那么他们呢也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这个家庭。所以经过这一次的事件的发生呢，我也在此呢呼吁这个慈济啊、哦，那么在发生了这一次的报道以后啊，希望这个慈济呢，那么对于这个大众媒体还有这个人民呢，那么的一个对慈济的一个评论呢，那么希望这个慈济呢能够呢细心的这个接受。所以呢我呢有几点的这个建议哈。第一点呢，也就是说慈济呢在未来所有进出来源呢能够呢公开透明化，那么让社会大众呢来这个认知哈、哦。那么也许你如果过去不知道这个法令的这个其他应该更细节的这个做法呢，那么也希望慈济呢能够在这一次大众尤其媒体的报道呢，还有这个人民的这个反应，希望呢在未来呢你切切实实呢能够呢根据政府的这个法令呢能够呢来切切实实呢把你的这个收支能够透明化，而且呢如果不适宜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方法呢，希望呢慈济呢也能够呢有所这个改善，那么也就是说建议慈济呢能够细心接受呢大家的一个建议，你呢能够把一切呢能够呢公开透明化，那么也让呢大家能够知道呢你所做的这些工作，也不必呢忌讳说你们呢在做这个新闻的报道。我个人认为呢，你有做报道，应该呢能够呢给大众能够了解。哦，像你那个帮助这个弱势的这些家庭呢，我个人
从廖先生的口中呢了解呢，有几十万户的这个帮助的这个这个弱势的家庭呢，那么在这个大众媒体的报道呢，只有呢报道你的这个投资啦你的这个购地，但是呢实际的这些帮助台湾弱势的这个人民呢，这个老百姓这个同胞都没有报道所以在今天节目呢，我第一个对慈济的一个建议，第二个呢，我要对我们这个政府的一个建议就是建请呢这个政府呢，无论呢是对慈济的或是呢所有的慈善的机构呢，那么在财务透明化，那么应该呢有能够呢定呢应该遵循的这个事项，那么所有的有关的慈善的团体，那么应该呢要能够呢一视平等，那么遵守这个政府呢所定的这个法规，这个呢慈善的机构呢不只是慈济，还有呢非常大大小小的这个慈善机构呢很多，那么只要是申请合法的这个慈善机构，那么你政府呢应该呢要一视同仁，那么遵守政府所定的法令，那么当然没有登记的这个违法呢，当然就不在呢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一个建议里面的第二点，那么没有登记违法呢，当然就要取缔这个是第二点，建请这个政府能够呢对于慈济还有呢所有的慈善的机构呢，在这个财务透明化呢还有应该要遵循的这个事项，能够呢一视呢平等，那么进到政府呢监督这些慈善机构的一个公权力。第三，我个人呢建议呢，所有台湾的这个，无论呢你是基督教、佛教、道教，或是其他等等不同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团体，还有信徒呢，要本着这个宗教这个信仰自由的这个态度，那么不希望呢来轻忽这个任何的合法的宗教慈善的机构团体，那么这样呢来建立呢我们台湾的这个公平、公正、公开、公正、公正这个公平正义，那么的一个和谐的一个我们整个呢的这个台湾的一个和谐那么这个呢是我个人呢，那么在今天台湾请的这个节目呢，那么我看到我们的台湾这个慈济的慈善机构，那么确实呢慈善机构那么的善款呢非常多，但是呢据我个人从这个廖先生的口述当中呢就在这个国外的也无数，
那么尤其呢，在国内的这些啊需要帮助的这个弱势的一个家庭呢，也很多呢受到慈济的啊这个救济。那么这个呢，在啊电视上大概都没有提到的哈、哦，所以我今天利用这个节目呢，那么啊来跟各位呢做一个啊报道。那么也希望呢，慈济呢在这一次的啊人家的一个建议评论，那么你呢应该呢确实呢能够遵照政府的这个法令呢来做公开透明的这个报道。那么最重要呢，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台湾，那么这个无论呢是媒体哦，或是不同宗教的哦，我们的这个同胞呢，我们应该呢要用这个公平、公正、公平、正义的啊这个言论呢，那么我们希望的不是对别人的啊这个攻击，而是呢能够有善意的一个建议。那么也希望呢慈济呢能够呢悉心的这个接受。当然呢，我从这个跟这些慈济人接触呢，那么他们呢也提到了啊、哦，就是说慈济的这个证严啊，释证严法师呢，他都没有接受信徒的供养，那么他也是靠他自己呢的一个收入呢，那来自己呢养自己哈、哦。那么这也是我从廖先生所提出的。那么据我过去在看到那个有关啊佛教的啊这些杂志的报道呢，那么有的比较正派的法师呢，他有讲到这个有些呢，比丘呢，那么接受这个比丘尼的啊这个啊奉养啊、哦。那么我也记得呢，我在我节目，我们的台湾情的节目呢，我过去也有报道。那么那个是有其他的这个就是机构啊、哦，他的一个杂志报道。那么这个法师呢，他是很正派的法师，他就是呼吁呢，就是呢，这个比丘尼跟比丘呢，那么比丘接受这个比丘尼的这个或者是信徒啊哈的这一个奉养啊，那么也有不同发生的不同的这个情况的啊这个事情，但是呢。在这个慈济呢，据我了解呢，啊，他这个证严法师呢，他没有接受这个啊供养啊、哦。那么总而言之，我个人呢认为呢，我们台湾呢需要有一个呢啊祥和的一个社会。那么我们呢有需要的帮助的人呢，那么有这样一个机构来做帮助。也就是说，帮助需要真正帮助的这个弱势，这个是我呢个人认为呢，应该有这样一个机构，哦。那么，总而言之，不管你是慈善机构，那么，你是政府，那么或是人民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看法呢，能够用。客观、公平、公正、公平、正义的方式呢，我们来做这个实际的一个报道，那么让我们的台湾这个国家中华民国能够呢啊立身在这个台湾呢，那么我们呢也能够呢啊发扬到这个世界。那么坦白讲。慈济呢，对台湾的这个贡献呢，
我个人呢认为一个民间的一个机构呢能够对台湾能够呢在世界各国呢啊知道台湾的瓷器，那么带给全世界人民的这个啊福祉跟救济呢，我个人呢认为呢瓷器的这个啊做法呢是值得呢大家呢来这个正面的这个尊敬，那么也希望呢瓷器从此以后呢能够跟政府啊的这个机关应该遵循的啊这个做法呢，也希望瓷器呢能够借由这次的人家的对瓷器的不同的看法呢能够有所导正，那么也希望我们整个台湾无论政府慈善机构跟人民呢大家能够呢同心协力，为了我们的这个台湾人的幸福，那么也能够呢有帮助别人外国的这个机会，这一个呢也是啊从瓷器的这一次的事件，那么做一个呢切切实实的这个改正，那么谢谢大家呢，那么我这个利用台湾情的这个节目呢今天完全呢来这个对于瓷器有被报道的啊这个炒地皮还有炒股票的这个啊负面的这个影响，还有正面的啊这个媒体人啊的报道，那么在最后呢我个人的了解，在我最后呢啊的看法跟我的这个啊结论，跟我对瓷器的建议、政府的建议，跟我们台湾这个宗教团体啊等等的这些，跟我们的台湾人民的建议呢，我希望我今天的这个报道呢，我是用比较客观、公平、公正、公平正义的我的看法，我来跟各位呢做一个报告。那么希望呢我的这个报道呢是客观、公平、正义的，那么也给各位呢做一个参考，如果我的看法不对，那么也请大家呢啊能够这个修正改进。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到了，那么在此呢谢谢各位今天好来跟这个危险呢共度一个小时的台湾情，那么我们呢下次再会。敢知影我伫思念你，阵阵的海风声。